式太极双刀是陈氏太极气节套路中双兵器的一种，几百年来在陈家沟广为流传，是最古老的双气节套路之一。双刀套路共35式，布局合理，衔接紧凑，刀法清奇，用法逼真。它以劈、砍、撩、挂、扎、截、拦、压、推、磨、横、架及五花等刀法，结合陈氏太极拳舒展大方的身法，灵活稳健的步法，将陈氏太极拳刚柔相济、快慢相间、松活弹抖的特点表现得淋漓至尽。双刀套路练习要求身法协调一致，刀与步法密切配合，故有单刀看手、双刀看走之说。这就强调了练习双刀时步法的重要性。要想练好步法，必须以拳术套路为基础，有了扎实的拳术功底，练刀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刀如流水、步法如飞、缠头裹脑、快速有力、气势磅礴、刚柔相济的风格特点。